努比亚 Z18 性能曝光，跑分超28万，骁龙845确定。近来努比亚新机 Z18 的消息接连不断，继此前努比亚智能手机总经理倪飞宣布努比亚全面屏 3.0 旗舰即将发布以及在工信部入网之后，今天倪飞又在微博曝光了最新消息。今天上午，努比亚总经理倪飞在微博上表示，自家旗舰级产品的性能从来都不是需要大家担心的事儿。配图为一张性能跑分截图，毋庸置疑，这就是即将与大家见面的全新努比亚 Z18 了。从跑分上来看，该机的分数为28085，属于顶尖水平。据此判断，该机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45芯片无疑，同时还会辅以 8GB 的内存。结合曝光的消息，该机屏幕尺寸为 5.99 英寸，采用了全新的无边框技术。以往弧面玻璃边缘上常见的彩虹纹，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完全消失了，这让新机的全面屏设计更加完美，视觉上也更好。据消息称啊，努比亚也将于5月底发布这款全新的旗舰，这个5月还真是热闹非凡。